2024给自己定个小目标吧，就学这套练熟之后可以原地来回反复训练的周富贵第二式。没什么大愿望，没有什么事要干，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，它像眨眼的小太阳，乌云还挺大胆，顶在头上吹不散，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，什么烦恼不能忘，既然是路一定要转弯。